以色列直接硬刚联合国，上帝的选民或被世界孤立。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今天呢，咱们得谈个硬事儿了，这个事儿实在是太硬了。以色列呢，最近实在是太刚了。如果说莫迪老仙儿单挑加拿大被当成一个大乐子的话，那么这个以色列单挑联合国，莫迪老仙儿呢与之相比可是小巫见大巫。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以色列啊，最近的心态呢不太好。自从呢10月7日被蒲公英战士们破防之后，就在亲爹美利坚的呵护之下，在全世界撒泼打滚，哭天抹泪啊。最近这几天，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觉得呢无差别轰炸加沙老乡呢已经不刺激不过瘾了，索性直面硬刚联合国。先是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道歉跟辞职之间二选一。你说你以色列啊，一个小国，自称自诩为最小的超级大国或者最小的核大国啊，叫板联合国呀，说这个古特雷斯辞职或者道歉二选一，然后给一个时间表，那这太厉害了，这太厉害了。然后宣布不给联合国官员呢发放签证。为什么不发放签证呢？因为联合国官员如果想在加沙地带进行工作，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话呢，得到以色列申请签证。以色列呢不给签证呢，他们就去不了，也就是说直接阻碍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是个什么行为？这个行为必将被全世界唾弃，就这么直接。其实呢，以色列这次发飙呢跟这个莫迪老仙儿呢差不多，只不过老仙儿呢这是玩假的，老仙儿呢是假装发飙，把加拿大呢拿出来当猴耍，为了自己呢选举的目的。莫迪呢先是驱逐了加拿大的外交人员，然后呢停止发放签证。以色列呢这个方法呢是一模一样，只不过以色列这次呢是玩真的。为什么玩真的呢？他要让世界展示一下啊，给世界展示一下他上帝选民的厉害啊。你上帝已经跟以色列的祖先伊布拉辛啊，伊布拉辛希伯来语怎么说？亚伯拉罕嘛，对吧？跟伊布拉辛说了，当时有一个大祭司叫麦基喜德嘛，麦基喜德祝福伊布拉辛说呢，以后你的后代啊，你的后代对你好的，那我就那什么，上帝就祝福他，或者安拉就祝福他，如果对你不好的，对你不好的，那自己就自己想去啊，自己想去，就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呢，以色列这次呢是玩真的了，准备展示一下他上帝选民的优越性，准备单挑全世界。为什么说单挑全世界？不是有美国的吗？美国66%民调显示啊，认为应该停火，也就是说美国有2/3的人呢不站在以色列这边，所以以色列现在比较孤立，就这么一回事。但是无所谓，他是上帝的选民，大家记着这个啊，这个是咱们的理论框架，明白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以色列呢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番话彻底的破防。怎么回事呢？10月24号是联合国日，古特雷斯呢发表演说，就发表讲话嘛，这么说，说各位阁下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哈马斯的袭击，就是蒲公英战士10月7号干的那事儿，并非呢凭空发生，就说它发生是有原因的。在谴责了哈马斯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之后，他说巴勒斯坦人民遭受了长达56年窒息的占领，亲眼目睹自己的土地不断被定居者吞噬，并饱受暴力的困扰，他们对政治解决困境的希望已经破灭，想和平解决，想政治解决，你以色列不给我机会，你不给我机会怎么办？我忍无可忍，你懂不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上帝的选民，然后呢是上帝的选民，你就随便可以欺压我，欺压我我还不能还手，因为你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得到了祝福，我没得到祝福，我和我的后代就得永远服侍你，是不是这么回事？当年雅各跟以扫是不是就这么回事？怎么搞的？而且雅各怎么骗得以扫的祝福？他假装自己打扮成姨嫂，你这不扯淡的吗？这是啊，你这种欺骗还能得到祝福，然后还能啊，然后直接还成了那什么，成了正统了，这什么东西？这是啊，这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恶心，你知道吧？
所以呢，我们现在发现呢，上帝的祝福是什么？是随机性的，他是没有原则的，他没有原则，这就很可怕，你知道吧？因为他没有原则，以色列就可以没有原则，因为上帝选民就可以没有原则，就是这个东西，明白吧？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你要是看圣经，你要看圣经，到处都是这玩意儿，所以很有意思，你知道吧？所以现在啊，古特雷斯接着说，巴勒斯坦人民呢不满啊，他们的不满不能成为哈马斯令人震惊的袭击的理由，同时哈马斯袭击也不能成为对巴勒斯坦进行集体惩罚的理由。咱这么说，这个集体惩罚太司空见惯了。如果你要是知道以色列作为上帝的选民，当古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是怎么占领迦南地的，每一场战争最后的结果都是对当地的整个这个城市进行什么，进行物理上的消灭。如果这换到今天，这是什么？这叫种族灭绝，你懂不懂？所以在古以色列人当中，在他们的圣经里所描述的这些东西就是集体惩罚。所以你把这个思想套用在加沙今天这种集体惩罚，你就能明白他的思路到底是什么了，这个很重要。然后古特雷斯点名以色列，怎么说呢？以色列的军队啊，对加沙无情的轰炸，平民伤亡的程度以及对社区大规模破坏继续增加，这令人感到震惊。然后呢，以色列就破防了，彻底的泄菜，彻底的泄气的皮球一样，开始嚎啕大哭起来，哭的那个声那叫撕心裂肺啊。然后呢，就开始撒泼打滚了。有人认为啊，这是以色列呢，因为听到了哈马斯的袭击并非凭空发生，然后因为这句话而破大防。其实不然，因为这个里边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联合国这个世界世俗的机构，古特雷斯所代表的这个机构没有尊重以色列作为上帝的选民应得到的尊重。以色列认为他是上帝的选民，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全世界呢因他而得到祝福，没有他就会受到诅咒，就这么简单。让你古特雷斯道歉或者辞职，二选一，这个已经非常仁慈了。你没有好好的对待上帝的选民，没让上帝从天而降的烈火灭了你，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你古特雷斯要么道歉要么辞职，你二选一。我现在让你二选一什么意思？这是你应该感恩啊，你应该感恩上帝对你的祝福，这叫你应该哈利路亚，你应该 amen 的东西，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理论框架呢给想明白了。如果你要是不懂这个理论框架，你就不知道以色列在做什么。所以呢，你不要用人类社会的标准去看以色列，它不管用，你知道吧？你应该从上帝的眼光，从圣经的眼光，你去看以色列，你这个很关键。如果呢，咱这么说啊，假设就是现在有一个道德标准，就是以色列给大家制造的道德标准是这个。如果你哪怕把一丁点指责以色列的行为看作反闪米特主义，然后呢？你说这个事儿恶不恶心？非常的恶心。但是为什么以色列想这么做呢？就什么意思呢？就等于说以色列干什么都行，干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他高兴就可以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让他这么做的。对于以色列来说，他是上帝拣选的，全世界全人类都应该伺候他。如果不同意，那不同意你可以问上帝去。比如说我现在就问上帝，我说上帝啊，怎么回事这是啊？你看加沙地带发生的事儿，你管不管啊？啊！我说上帝啊，你听我说一声啊，今年你多大了？你有几个儿子？你二儿子那个洪仁坤现在怎么样了？听说前两天他在梦里还跟我说话了呢。哎，我问问上帝啊，你有多高？你多胖啊？你有几个女儿啊？你大女儿几岁了？二女儿今年嫁出去没有？这个很关键，我想知道。大家你别忘了，这些问题不是空穴来风，这些问题谁当年问的啊？当年咱们东王杨秀清啊，东王杨秀清是谁啊？人家可上帝直接附到他身上的，他是上帝的代言人。知道谁是天兄的代言人吗？西王萧朝贵嘛，对不对？那有人问了，你说这话啊，你这么质问上帝，你就不怕上帝降火下来？哎，降火降火，火呢？哎呀，火不怎么这么凉呢？怎么这么凉？哎，没关窗户，来把窗户关上。所以以色列现在这个撒泼打滚啊，既然你是上帝的选民，那咱就试试，那试试就试试。结果昨天怎么着了？
以色列这个联合国代表啊，就出了个大娄子。怎么回事呢？在联合国安理会在五常的面前呢，公然的指责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然后怎么着了？被两只大棕熊轮番的给修理了啊！你不是上帝的选民吗？来跟我玩玩，跟我玩玩，我是大棕熊啊！来跟我玩玩，就这个，就是中国这个中国代表怎么说的？你想把我当对手是不是？我没想成为你的对手，啥意思呢？就是要么你是上帝的选民，哎，我不敢，我害怕；要么是什么？你不够资格啊！你不够资格，你认为你是上帝的选民？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封神的，只有听我们的封，我们封神，你才是神，要不然他不是啊，对不对？要不然他不是，关键点在这儿呢。你以为你是对手，你跟我练练，你跟我练练，你有本事吗？你没有这个本事跟我练，你没有用，知道吧？你没有这个本事跟我练，到时候怎么着？你不是复国主义实体吗？到时候我把你变成复国主义梦想。之前2000年你就为这个梦想努力的奋斗，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你不珍惜，你要想把我当成你对手。乌苏里大棕熊成为你的对手，那结果是什么？你这个实体到时候就变成了梦想，自己好好想想啊，到时候再好好想想。所以以色列呢，哎，看着这什么了，这大棕熊惹不起，怎么办呢？吊销联合国官员签证。你吊销联合国官员签证，人家谁尿你啊？谁不尿你？今天欧盟外长博雷利说支持古特雷斯，古特雷斯的话被以色列曲解了，啥意思？我不跟你玩，你自己在这随便撒泼打滚，我不待见你，就这么简单。你觉得博雷利这种人是好人啊？博雷利去年在欧盟委员会上说了句什么话？他说啊，我们欧洲是花园啊，我们欧洲是花园，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然后呢是被祝福的地方，外边呢都是什么？都是雨林，都是原始森林。俄罗斯原始森林里的一只大棕熊叫勘察加棕熊，勘察加棕熊不在远东，怎么跑欧洲来了呢？那谁知道呢？然后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乌苏里棕熊啊，也是在远东，也不知道怎么跑欧洲来了，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个事儿你觉得是啥？你觉得博雷利说那句话啥意思？就是说欧洲这个地方是花园，是天堂，其他地方是啥？是蛮荒之地。你说这不是种族主义是啥东西啊？博雷利是好东西吗？是好人吗？根本不是啊！他说这个话，这很明显的种族主义啊！中俄是大棕熊，欧洲是花园，以色列呢？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所以这个很关键，这很关键。所以欧盟委员会这个外长博雷利啊，欧盟外长博雷利呢说这个话呢就很关键了。为什么呢？就是欧洲不站队以色列。欧洲为什么不站队以色列呢？你别到时候把阿拉伯世界给惹了，把阿拉伯世界给惹了，到时候石油危机来了之后，欧洲能承受得了吗？本来俄罗斯乌克兰这个事儿就已经让欧洲陷入了能源危机，如果再因为中东这个事儿再陷入能源危机的话，那么对于欧洲来说可就不好说了。可欧洲来说不好说了，到时候不是去工业化了，是完全的回归农业社会。那这个是不是欧洲想要的？这肯定不是欧洲想要的。到时候你别站队以色列，站队以色列，然后石油没了，然后怎么着了啊？到时候上帝祝福你了，你别跟我玩这个，知道吧？这个东西不靠谱。这个东西什么靠谱呢？实际的利益靠谱。别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给我扯这些没用的，对不对？以色列，你想硬刚联合国，你觉得你上帝的选民可以随便？现在你这么做，你做的越多，世界的对这个事儿就越厌烦，到最后变成什么？上帝的选民就被世界孤立。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点赞、评论、转发，没订阅请订阅一下，谢谢大家。